那是世界入口。 之后3年，这里就是我们的战场。我们到了，见过侯爷。 不必多礼，你们这一路辛苦了。见过师叔，我来替你们引荐一下，这位是北河关守将张云虎。见过张师兄。云虎，这是孟川和七月。孟川，七月，终于把你们俩给盼来了。曹听说。 你们是圆满境超品神魔体，没想到山主会把你们送到我这里来，这下我就轻松多了。我俩都没有什么实战经验，还要师兄多指教。哎呀，经验都是慢慢积累的，更何况你们这么聪明。人来了吗？嗯，这不是吗？师弟师妹好，我叫樊城，这是我儿子樊石金。石金。 阿姨给你做个玩具。七月，你先跟樊城去落脚处，我们跟孟川还有些事要谈。好。孟川，你除了担任北河关的副将之外，还有一项任务。什么任务？你的速度比我们这些封侯神魔还要快得多，所以袁初山让你担任巡查一职。嗯，这是令牌。 一旦十八府有求救讯息发出，这块令牌就会有所感应。到时，你务必以最快的速度前往救援。你到得越快，损失就越小，也就能救下更多的人。相信之前东宁府入侵那次，你应该有所感悟。我明白了。今天我们北河关来了2位厉害的新人，让我们举杯欢迎他们的加入。孟川师弟，今后我们就要联手杀敌了。明天开始，我们练练默契度，别等到了战场上掉链子。还有我，可不想因为新手的失误出什么乱子，战场上一个不注意，可是要丢性命。你们未免也太小瞧孟师弟了。 他可是数百年难得一见的圆满惊雷霆灭世魔体。好啊，那就一起呗。哼，谁要跟你一起？我戴孟川就好，你就不必了。哎，你们怎么又吵起来了？看来他们都很喜欢你啊。还有，别看他们吵成这样，在战场上打起配合，天衣无缝的。毕竟战斗不是一个人的事情。 三位师兄师姐，以后我们一起修炼吧。来吧，木川师弟。师兄，大半夜的，你要把他拐去哪儿？那七月就归我了。这雨下了这么久。 终于停了，没事。我好了，妖王入关了。这个世界入口有数十丈长，妖族通过时会受空间力量阻碍，妖王越多，穿过的时间越长。如今时机已过，这阵仗绝对不小。准备好了吗？迫不及待了。刚好给我们新人一个锻炼的机会。七月，到时候跟紧我。 知道了，穆青姐。孟川，你可别跟丢了。放心吧，师兄。到时候可别输给新人哦。好了，别废话了，要来了。领域，是防御领域，好厉害！星武的青丝领域能给方圆一里的敌人。
带来巨大的负面效果。空间波动，是妖王，数量好像和预想的不一样。有35只三重天妖王，其中有7位是我们不认识的。原计划取消，大家小心防御。那个攻击是直接就想伤我，就是那个神界上有凤凰神体，千万别沾上他的火焰。什么？一击就杀掉一只毫无准备的妖王？凤凰神体果然厉害。有意思，杀我！一起上，别光让仙人出风头。凤凰师弟，有我们在，可别只顾自己上啊！因为我知道，你一定会跟上来的。据线报，这次新加入的两个神魔，一个是凤凰神体，到时肯定是层层保护；而另一个孟川，虽然攻击力很强，肉身却脆弱得很。传我命令，分散他们的注意力。集火孟川，我们好像被包围了。看数量，有12个妖王，真看得起我们。张西兄他们在前面被困住了，我们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杀出去啊！孟川，跟紧我们！孟川，跟上！我杀！他们的目标是孟川，孟川，小心！别试！孟川，阿川，他不是新手吗？你们太慢了。孟川，你太厉害了，我还真是小看你了。我们对这个孟川的情报是不是不太准啊？大统领，我们撤吧。欠打！这孟川的确比想象中厉害，但凭他一人还不足以对战局产生影响。众妖王听我号令，全军出击，屠尽人族！什么？不能让他们进城！大统领英明，那个孟川也没什么了不起吧？给我集火，孟川，你趁此个机会！他已经手忙脚乱了，差不多了。转换目标，杀了你一个措手不及。受苦了，难道？不好，师兄！